哎，你们几个加油好不好？要不要直接跳机场？真的假的？啊、我没跳过机场。我直接那个机场浩劫。你敢多跳啊？跳啊！跳啊！跳啊！在干嘛？在那边耍猪头。哇，好像蛮多人的呢。啊，机场，机场这么空哦，这么空。机场一堆物资，你不懂吗？机场物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往旁边看，整个是诺曼底大空降，知道吗？诺曼底。莫三小，哎干，哎干，好多人呢，我要往旁边。哎，不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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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 管, 不管，你们自己加油，我要去别边，我要去别边。跟我飞啊！白痴哦，白痴哦，我去开车载你们啊！哎妈，你载什么东西？你家来载我尸体算了。哇，怎么已经有两个人嗝啦？哎，莫名其妙啊！我去开车。所以我说，你到底是来载我们尸体？我去开车载小猫。离开这个跳了啦，还在那边玩，自己跳吧你。你偷摸？那我们两个吃鸡给你看，给不给人玩游戏的那个参与感？哇，这个参与感是要你自己去争取，懂不懂？叫你们把实力练起来，你们找借口，说别人不让你玩游戏。很小毛也就这个时候比较派而已。啊，现在别人不在，我是不能拍一下的，给我个机会，行不行？拍的那个机会。想要拍要去搞找个机会，是不是？小猫，你给我活好一点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物资收集好之后，好不好？小猫开车拯救你，我这边有两台车，任君挑选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真的是什么躲很远、欸？妈，人那么多，去跟人家硬碰硬干嘛？你们的技法就没有那么强，还硬要去跟人家打啊？你看我，你就是知道自己的枪法不厉害，所以我就不跟人家硬干。我说你就是个胆小鬼啦，好吧？哎、欸，怎么叫胆小鬼？这叫做明智，这叫明智的选择，好吗？啊，最好的选择是不是？你国军走的？哎呦，你前面有人呐、啊！左边，左边，左边那个房子，左边那个房子，看没有？干！哎呦，啊哪里啊？到底哪里？哎，八级！呜呜，有子弹射！呜呼，打不到我！哇哈哈！是啊，打不到我的，在哪里啊，兄弟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嗯、啊，然后就山坡，山坡，山坡，不管他山坡去死啊！我看你这耍宝耍到什么时间？来，我跟你讲，我看你要怎么玩呐、啊？哦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这样吃鸡哦，这叫不可能呐、啊，不可能的。直接开车过去耶，会不会？妈的，过去呀、啊！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我不想开车是有原因的，不然人一开车，那别人知道怎么吗？逢敌锁哎、欸！啊，来喽来喽，来喽来喽！他被碧卡锁来逢敌，来喽来喽来喽！碧卡锁，你们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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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到什么？看到你！中了中了中中中中中！哎呦！哎呦！肥猪团，哎呦！飞龙闯天关！哦哦哦哦哦哦！有有有有，还有一个。你这个是不是，因为我用点发。哎，来嘞！白痴，他的那颗手弹在旁边，哪里飞起哦？干，我没枪哎！哎呦，车！哎、欸，把它摸掉，把它收掉行不行？你准备左边，你在干嘛？我知道，他欧洲白那边呢、啊。快，你有没有东西丢啊？你有没有东西给丢啊？行。我就问你行不行？哎、欸，你刚不是说他们两个？不是啊，他哪里？哎、欸，他在车子后面、啊。躲在车那边，躲在车那边，躲在车那边。你有没有东西给丢啊？就丢他。哦，是。哎呦，哎呦。哦。
那是不是有车来？开车啊！他直接在你面前啊，白痴！你在干嘛？啊，白痴！白痴！我没看到那个人。白痴！白痴哦！他刚才在面前，白痴哦！他刚才已经。你刚刚耗那么久也是蛮奇葩的。你们两个在互射，那射不死这样。嘿嘿。哎，靠呗！干嘛？有人打我，没有，是我射的，靠北啊！我就要看你会怎么样，找掩护啊，不然不要每次乱开玩笑就行，开个小玩笑喽。咱们办正事的时候，你们能不能拘谨一点？玩个游戏也搞人家在办正事，是不是？你们那是玩游戏哦。上课没那么认真哦，好像我自己在打仗一样，不好意思。有车，我是你的靠背。叫啊！没有，来，撞啊撞啊！哎喂！然后看两个，看两个交错，哎，白痴！啊！哎，你们是在搞笑是不是啊？你们在耍宝哦！就是在搞笑。我刚刚一回头就看到台车都在从我头上嘎下来。这边有人呢？这边怎么停那车？等下，哎，有人，在隔壁。小猫也跑太远了吧？我现在就来看，过来，你们快过来这边。哎，他来，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。我们先去吸引他注意，好不好？哎，白痴，你干嘛躲在我前面？Jason 倒。我会在往旁边偏。他只有一个人嘞，队友死光了。在哪里？他哪里？没有队友。他死了，他我已经把他摸掉了。哦，哇，你冲很快哦，这个可以去舔包、哦。哇，这两个那个呢，来这边 Q 村呢，哎，真的是 Q 村呢，哎，留个头盔给我啊，头盔爆的差不多了，捡个红点，跟小英那，啊，你来都已经那个，我就来吃你剩下的。全部打光了，有车身，哎，就是飞机声吧？车身呢？哎，来了，那我这边来，多少？超级近，来了，我这边我哦，看到了，打他个哇！十一只，一个，这是全死光了，对，还有一个，死两只，都死了，我都杀掉，没有啊，还有队友，还有队友，我现在是杀两只了，我现在确定是杀两只了，然后另外一只不知道在，应该还有另外两只，我猜，加油，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这边是安全区，告诉你们玩那个游戏。就是要整个人身临其境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感觉哈、哦、置身于事外，这样你就不能吃掉那个鸡，好不好？嘿嘿，今天我们啊，毛长官又让我上了一课啊！毛长官的一个教战守则啊，毛长官的教战守则，我们要身临其境。分你三公分是怎样？围墙对面，围墙对面一个，170方向，170对不对？对，他又躲起来了。
我把你站进去，我把你对，你们在毒圈，你们在毒圈。我其实看到他，我直接打吧，我直接打对。不要疯狗，不要疯狗，我们先稳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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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稳住。哎，我们在安全区里面啊，对，你在安全区啊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等他过来了，超近。欸、你们子弹，哎、欸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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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只，看到一只，进那个 Tiff 里面，他那边不是安全区，他们那边，看到，看到，进那个，等他过来，等他过来，然后别，好细，哦，哎，剩三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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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机会，机会，机会，啊，他还没给我啊，围墙那边干什么？当啊，边缘 boy 是不是？干什么东西？会不会就只剩他们两个跟你们，他们三个跟你们两个？就是剩他们三个跟我们俩，是吗？谁知道他在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可不可以打他？真的还不跑、啊？他真会死哦！哦，两个，两个出现，两个出现，再稳，再稳，再稳！哎，他们在远方，他跳过来，跳过来了！打不打？打不打？打不打？他已经看到我了，靠背！啊，是！哎呀，不用管他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！他等下，他在死定了。到这个时间，他们也不能救。你叫不声。很近哦，很近哦。你看，我们后面有个，后面有个门，你小心。哇哇哇！破门了，破门了！欸、靠北，他怎么没？我靠！哎、欸，那个怎么还丢丢自己？另外一个怎么还没死啊？他怎么？他是天生神力啊！哎、欸，他在门口，他丢手榴弹。哎、欸，小王，桌子，我靠背，哇，我这边炸没耶！我靠，哇啊，差一点，差点哎、欸，差一点，克哎他。